翻翻去同你以前25歲嘅時候，你會同自己講咩咧？就係頂撞上司。咁當佢挑戰我嘅 idea 嘅時候咧，我以前會往往屈服，會通常做佢想做嘅嘢。但係慢慢發現咧，你嘅價值咧係體現唔到出嚟。即係唔係鼓勵我哋要頂撞上司？但係喺適當嘅溝通嘅工具啊，或者時間啊，真係應該要表達一下自己。Hello， 我哋又翻嚟呢個職人會客室，咁我哋就好高興請到John 啦，就係 Audi 香港嘅總經理咧，同我哋講一講佢一啲嘅夢想啦，同埋佢喺工作生涯上面咧一啲嘅經驗。Hello，John 你好。Hello， Bruno， 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先啦。好啊，首先多謝你啦，邀請啦，係啊，我目前咧就喺 Audi Hong Kong 嘅總經理，咁我之前係做設計嘅，咁啊而家做銷售。咁啊，都好高興有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細細個咧就發現到自己其實都係好中意車噶啦。咁啊，無論中文堂啦、英文堂啦、數學堂啦，嗰本書咧都係畫緊車嘅。但係我屋企人都幾傳統嘅，即係覺得你搞藝術咧有啲離地嘅。咁啊，但係我都唔理佢哋咁多，一樣去咗澳洲去讀書啦，跟住一路去好多比賽啦，跟住最後都透過比賽咁就入咗呢個通用嘅汽車，喺澳洲墨爾本嗰度咧開始咗第一份工，就係做汽車設計師嘅。入去嘅時候咧係汽車設計師嘅 title 入去啦。入到去咧，的而且確咧就唔係畫汽車嘅，係畫好多車轆啦，畫倒後鏡啦，畫啲掣點設計啦，真係少林寺入去洗一碗先，洗三年先。咁我第一架自己畫曬嘅車，真係第三年先至有呢個機會。係有冇真係即係做到出嚟？有啊，做到出嚟，咁都好開心嘅。依一個階段，我覺得都係鋪墊之後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咯。係啊，我都睇過你本書啊，即係頭嗰10,000小時非常之緊要。即係如果你畫個碌畫得好，咁你嘅上司可能會睇到啦，或者你做一啲小事情嘅時候，你完成得好，其實對你自己學習都好有鋪墊。係啊，其實我諗任何一個行業都係啦，即係個理想同現實，其實一開始又是進入嗰個行業都有啲基礎嘅即係知識啦，或者啲經驗要累積啦，所以基本上一開始就係想讀即係直頭就係汽車設計，因為係普通嘅一啲設計。其實我一開始都是汽車先嘅，我自己幾明顯自己的興趣嘅，但是很多時候都會聽到很多側邊的聲音，就會跟你講啊，依個未必揾到錢啊，或者未必你香港是一個很闊的行業啊。咁啊，但係當時就可能同父母妥協啦，咁啊讀埋個 engineer， 咁你俾我讀設計啦咁樣。哦，係啊，咁因為你設計其實都要了解即係嗰個即係機械啊，或者係呢啲工程上面嘅一啲嘅資料，咁你咪天馬行空咁樣畫咗出嚟，其實做唔到都唔得噶嘛。係，冇錯冇錯。有咩感覺啊？即係由自己天馬行空諗咗，然之後設計咗做咗出嚟，當佢喺個工廠碌出嚟嘅時候，你個感覺係點啊？碌出嚟嘅時候，感覺係有血有汗啦。雖然其實我畫嗰個款咧，去到生產出嚟咧，又係另一個故仔嚟嘅，又要考慮成本啦，又要考慮市場啦。咁所以除咗技術上嘅學習咧，都學到譬如喺依個行業裏面嘅好多限制啊，或者好多係金錢嘅考量啊，甚至乎係即係講翻喺咁多個競爭嘅設計師裏面，到底你應該表現自己嘅諗法啦，定係迎合你上司所需求啊？依個都係好大掙扎啦。譬如個辦公室裏面有好多好有天分嘅設計師嘅，但係往往咧佢哋嘅設計都未必俾人揀中。好多時都是很商業口味啊，或者真的迎合到那個上司的咧，就揀中。咁我當時在澳洲都仲係20幾歲咁樣啦，咁就我覺得唔得啦，都係要學習一下一個市場的 language。可能我要睇下啲顧客係咪真係好似我上司咁諗啊，定係好似我咁諗啊，定係其實係仲有佢哋自己諗法。咁我就先去想翻嚟香港。但係就發現爭咗張 ticket， 嘅意思咧就係人哋見到我設計師咧翻嚟香港咧就最多可能揾翻設計嘅工。如果你要去銷售啊或者去一啲管理咧實在要啲 qualification 啊。咁依個可能仲係10幾年前嘅社會啦，今天都可能有少少變啦。咁我當時就去咗讀個 MBA 咁 MBA 再自我增值係啦，要自我增值一下就同埋要
學下點樣 teamwork 啦，係啦，學下點樣真係做啲市場嘅需求，用翻一個 neutral 啲嘅 language 去同你上司爭取啦。咁你就翻到香港就即係、開始就做設計以外嘅一啲嘅銷售啊，其他嘅工作。係啦，我翻到香港咧大都離不開車，咁啊去咗一間日本嘅車廠嘅總公司。咁就係專係就係負責研究啲用家對車嘅需求，譬如佢嚟緊呢幾年到底係一個小朋友嘅政策啊，定兩個小朋友政策啊？到底佢需要五個位啊，定六個位啊？咁呢啲細節嘅嘢，我哋就係去 study 啦。咁呢個轉折點即係其實都歷時幾耐咧？我諗都唔止三年，會不斷懷疑自己啱唔啱呢個方向，懷疑人生係嘛？懷疑啊，係啊，即係覺得自己好似以前型啲喎，而家淨係做 Excel 跟住成日分析啊咁樣啊，咁但係都係嗰句喎，原來真係三四年之後咧。好似你做 gym 咁舉舉下鐵，好似漫無目的，但係有一日你會發現自己原來已經有啲肌肉㗎喇喎。係啦，跟住做咗呢個pricing manager， 做咗大概兩年之後呢，我就有機會去到真係最前線啦。我直情去到一間 dealer， 仲係唔係香港，係深圳嘅添。咁就係去賣車。當時第一次孭數要跑數，跟住仲有二十零三十人去跟住你去衝呢條數咧，咁嗰陣時個心理壓力嘅係好大嘅，咁但係就係最辛苦嘅時間，可能真係學習得最快嘅時間咯。係，咁你點樣突破呢一個位置啊？當時我都仲係三十零歲，我入到去一間銷售公司，當然我第一個遇到嘅挑戰咧，可能就係好多好有經驗嘅銷售顧問，佢比我年長嘅。亦都有好多啱啱畢業出嚟嘅，未知道自己做乜嘢。咁我估我第一個對自己講嘅挑戰就係我要知道每一個人大概需要啲乜嘢。譬如老經驗嘅銷售顧問，我都好尊重佢，俾啲空間佢發揮，即係可能佢需要啲乜去賣車嘅。我盡量喺老闆或者管理層嗰度支援佢。後生嗰啲。我都會嘗試用一下以前讀書學過啦，即係 MBA 啦，或者之前我對我好好嘅老闆啊，點樣喺 career path 啊，點樣去俾機會佢去幫公司俾啲問題去解決啊，咁樣。咁你而家係即係做一個管理嘅工作啦，咁你覺得即係面對最大的挑戰係乜嘢？我諗而家個市場嘅改變都係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即係雖然我就到今年應該做咗19年啦，咁就話唔長話唔短，但係個市場咧都好似經歷咗幾個 cycle 噶啦，已經。即係我覺得累積經驗之餘，都要 keep 住自己好靈活啦。譬如而家電動車咁樣，受到電池嘅限制啦、晶片嘅限制啦，到底你訂幾多貨啦？訂貨嚟到香港，譬如而家利息好高啦，係啊，從出廠開始計起你利息。生產負擔能力嗰方面冇錯，生產一個月再搭船兩個月，已經三個月利息，可能嚟到香港已經冇曬利潤㗎啦。咁呢啲呢個環境或者市場嘅改變係令到你不斷要係更新咯。咁對於人客嚟講，因為你哋其實成個集團好多品牌由相對嚟講係比較即係大眾化嘅。到到一啲比較中高端嘅，甚至乎高端嘅都有。咁你點樣即係咁闊嘅時候，你唔同嘅品牌你要用唔同嘅行銷嘅方法，你點樣去令到佢哋明白多啲嘢？當然首先真係要員工嘅培訓好緊要嘅。我哋都會嘗試用啲比較生動啲或者有創意啲嘅培訓方法嘅。譬如我哋有時會約埋佢哋去行街先嘅。麻煩你入去依間高級嘅珠寶或者高級嘅時裝，即係佢感受一下人客，等你自己感受一下正常嗰個生活係冇錯，面對住啲乜嘢嘅服務啊，乜嘢嘅產品啊，即係係啦，人哋點樣可以好自然咁樣攞到你電話或者卡片啊等等，依啲都係可能一啲真係令佢哋體驗一下。係啦，咁而家依個見到一個咁靚嘅 showroom 啦，我知道即係你都有份即係參與去設計啦。咁你覺得最值得驕傲或者最開心嘅部分喺邊度？最值得驕傲咧，就係喺有限嘅 budget 裏邊咧，就做到想做嘅嘢出嚟嘅。
咁啊，當中牽涉到好多溝通嘅，其實都因為譬如個品牌本身有個 guideline 啦，咁你喺佢個可創作嘅範圍嗰度啊，同佢傾下，我可唔可以喺度再加啲構思落去啊？咁樣啊，我嘗試用依個顧客嘅體驗啦，去諗下，譬如佢行入嚟嗰刻。可能唔想咁直接，已經好 commercial 叫佢買嘢嘅，可能係一個lifestyle 啲一個 cafe 嘅 area 啦，入到去就分區域啦，一啲運動啲嘅area 就會有一啲唔同嘅佈置啊，令到可能屋裏面嘅男士會覺得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去到隔離嗰一個區域咧，就是、一啲純電車，那個裝修係科技感啲嘅，個燈光係比較cyber 啲嘅，跟住去到個客户咧，亦都有一個唔同嘅思考，佢話使用嘅場景等等。咁你翻返嚟同你以前25歲嘅時候，你會同自己講咩咧？就係頂撞上司。好啊，可能我屋企都係嚟自比較傳統中國啲，啲階級觀念都重。咁可能面對上司啦，剛才所講啦，可能佢都有幾明顯嘅喜好啦。咁當佢挑戰我嘅 idea 嘅時候咧，我以前會往往屈服，會通常做佢想做嘅嘢。但係慢慢發現咧，你嘅價值咧係體現唔到出嚟。即係唔係鼓勵我哋要頂撞上司？但是在適當的溝通的工具啊或者時間啊真的應該要表達一下自己。即如果俾我揀多次去返25歲，我會叫自己真的不用怕啊，講出來啦，是很客觀咁樣，可能佢會聽的。咁上司唔一定啱㗎嘛。係㗎，係啊。咁你就是需要啲年輕人嘅創意，然之後可能去發掘一個新嘅市場。係啊，好似而家依幾年咁樣由電油車轉變成電動車咧，其實成個車嘅比例啊，或者裏面嘅空間啊，都係可能出面睇落差唔多，但係裏邊變化好大，好大係啊。OK， 咁我諗今日好多謝阿 John 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有關即係你喺你自己嘅職業生涯嘅一啲嘅經歷啦，同埋亦都即係一路嘅即係唔同嘅地域或者唔同嘅崗位上面，好完善咁樣去即係幫你係慢慢鋪一條路去做到你而家所做嘅一啲嘅管理嘅工作啦。多謝你 Bruno。